好的，我远程指挥。 MT 拉好怪。哪来的 MT？ 好不容易 说对一次， MT 还不在。你们就那么惦记那个没教养的牛吗？习惯了，也不知道 MT 现在干嘛呢。还能干嘛？您就算满了呗。到底南海发生了什么？哦，来了个不速之客。哦，好久不见了。我并不想澄清什么。不想澄清还解释什么？方砖，这么久以来多谢你一直照顾着大小姐。唉，可怜我一把年纪摊上这么多事。老不死的，你是不是掌柜流星锤了？大小姐，不要对方砖这么不利。与其在这寒暄，不如先帮我们解决一下这里的情况。你们闪开吧，这命交给我吧。应付不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，奸商，那你呢？哦，我。哎，这位英雄，来见银铃凶驾不？香啊！嘿嘿，这比傻曼好多了。闪开，老子来摸。嘿，我靠，好像是我带你们来的吧？这个家伙以前一直这样。应该你能出你要的拳套。嘿嘿，这个拿去卖钱。那个盗贼过来，给老子把箱子开开。你鸟的城镇副本这一只黑装备，加智力的，你要个屁啊！毛 ，MT 要加智力才行。你他妈的真要加加智力去了，滚吧 ！MT 被移出了队伍。奶奶，敢踢老子！小畜生，你给我等着！你个傻杂娃子！我哎，这就是俺刚出道的时候混的地方啊！哦，这里啊。救命啊。我练成了。嘿，别怕，有我呢，以后跟我混吧。
我保护你的，我上了。前面就是最后 BOSS 了，我们速度点，别忘了刚才说的，回去以后好好谢谢 MT。 早说嘛，我还以为你和 MT 绝交了呢。其实萨满就是想教训一下 MT， MT 太没教了。我也不想老教训 MT， 不过有时候习惯了。哎，当闪电击中 MT 的时候，那种感觉真是太爽了。霍皇，大伙看呢，这就那忍者牛。哦，快来看，这就是那个忍者牛。喂，你看看他呀，我只黑装备的牛，夹住我哋喎。我们快走，别让别人以为咱们认识他。我被摆尸了。黑装备黑金还骂人，大家看，就是他。黑装备黑金还骂人，人品差到极点，以后别和他下副本，大家屏蔽他。我们以后绝对不赌这个牛。嗱，我呢就话晒俾我哋工会啲人知噶啦，成个工会啊都冇人会理 MT 噶啦。奶奶的，老子不管了，我的妈喝出去了。老子要强力，买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个也买了。哇，你就是被刷屏的那个牛啊。 MT， 你太帅了。我好崇拜你哦。嘿嘿，什么黑装备，老子花钱买好的。就是 MT， 别理那些人，我们支持你。嘿嘿，我太帅了。是啊，太帅了。 MT 真帅，我太崇拜你了。嘿嘿，兄弟们，以后跟我混，有你们好日子过。真的吗？ MT 老大，给我买件装备吧。我也要。我也想要。没问题，走，想要什么跟我说。嗯，前面那个脏牛怎么那么眼熟？是啊，好像 MT。 哼，我可不想看见这个没教养的牛。嘿，MT， 看我们多强力了。切，什么破装备，我的比你们好得多。什么？我们辛苦打副本换的蓝装，你居然说破装备？看蓝色的弓啊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哼，我们去下副本，让你见识一下老子强力的装备。我才不和你去呢，要不是你黑装备，我早就强力了。MT 就是黑装备， MT 全家都是黑装备。气死你。